道考题的解题重点是车棚的影子会往哪边偏，那时间点是一个重点。台湾冬天十二月的时候，那太阳正午是偏南方的，正午偏南，因为这时候太阳直射在南半球南回归线附近哦，所以我们会造成那个车棚的阴影会朝北，所以它如果停在车棚里面的机车，那要避免阳光在正午到下午这段时间照射到机车的椅垫的话，那应该选哪一个车格会最适当？概念上就是那个车棚的阴影会跟太阳所在的在天空的方位呈现反方向，呈现反方向哦。所以如果以车棚的概念来讲的话，那个阴影的位置应该会朝北方，朝北方哦。所以如果以南边这个车棚来讲的话，它的影子很有可能是朝向北方这个方向，所以机车应该会被阳光晒到。但是如果以这个位置的车棚来说，它的阴影可能会朝向这个方向。那这样子的话，整体来说，越北边的这个钉应该是越容易被阴影遮蔽的位置，所以我们就选择钉这个选项。